手足口疫苗打了管几年。如恩医生特邀专家赵光宇，西安市中心医院儿科副主任医师。我们手足口疫苗一般注射之后，大概两年之内是有一定的保护能力的，有一些小孩可以到五年左右。但是要注意的一点，我们的手足口病疫苗并不是对所有的手足口病都有防治作用。比如说我们现在的手足口疫苗主要是 EV71 型的疫苗，但是我们的手足口是由多种病毒引起来的，例如我们的可萨奇病毒 A16、 可萨奇病毒的 A6 还有 A8、 A10 等都可以引起手足口病。所以注射手足口病疫苗之后，只能预防由 EV71 引起来的手足口病。但这种情况下，就是 EV71 引起来的主要是我们引起他们手足口病的一些重型，而其他的一些引起来的重型偏少，也就是说我们打了这个疫苗之后，重型发生的可能性就会减少，但是对一般的手足口病并没有完全的一个预防作用。